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汪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创意调样吧。这一次玩的关卡是这个大嘴的亲戚。大嘴的亲戚是谁呢？大嘴花是不是的？一个字，绝。好家伙，对面的僵尸全部都是大嘴，看来这作者不太友好呀，想让我们来暴打大嘴。这一次我们就用鸡哥来暴打大嘴吧。好家伙，这关居然有这么多的阳光呀，那我还带这么多的向日葵干啥？烦死了。这一次的主要作战植物就只有这两个，火鸡投手和腐蚀豆荚，一个可以召唤火鸡，一个可以召唤腐蚀僵尸，让僵尸来打僵尸。有可能这召唤的僵尸里边就有大嘴的亲戚呢。一个字，绝。召唤流就是好用呀，一个火鸡就能打好几个大嘴，这个大嘴就是炫呀，真的太炫了。最后轻松通关啦，所以说谁才是大嘴的亲戚呢？